我们通过这种规模化的运输，可以有效地降低这种有运输需求的这些物流企业的那么它的运输成本，减少能源的消耗。此次班列的开行，有利于成渝两地从口岸、物流、贸易、产业形成全方位的协同联动，有利于我们通道物流贸易产业形成良性的循环和发展。